好，那我们再放七位。那记得我们签名的商品限我们球场的商品哦，请不要拿场外的东西来给我们的球员跟女孩签名，这边要请大家好好的配合一下喽。只有三分钟的时间，那如果大家进行拍照的话呢，请不要影响其他签名的球迷。那同时也提醒大家，如果呢时间到了你还没签完的话呢，我们还是会毫不留情的请你回去，所以请大家把握时间 ，OK？好，这